即马咱来注意哈，我即马甲咱注意介绍，介绍在佛地主安尼。即、这个佛陀证道了后，二十一天是讲华严，这是概括。虽然人伫啊伫金刚座，遐伫个坐，可是伊已经往他世界去伫个说法。那么当然，即个是华严期，第二阿含期开始就是升道。迄、那个五比丘第六幺万升到五比丘，那么这个五比丘包括什么人？好、哦，那我有写伫黑板下。迄、那个黑板迄几位就是哈，包括阿育娇丁如马胜拔提摩诃库利，啊个二十念伽叶安呢？先度这五个，那么当伊度这五个了后，唔就伫这个《现无因缘经》内底有这几段记载哈，就是讲有一天阿难尊者经过中食了后，就是食这个中道顿了后，伊即马就开始伫遐禅坐安尼，啊禅坐伊心无定着。啊，若无定着，伊就开始去想，是讲足奇怪吼。讲是安怎样阿足交定住因这五个 BQ， 到底是种什么善因缘？啊，该受着佛修行该多安尼。那么这个现有因缘经内底是有写两段，吼、哦，就是这个诸力王黑施因缘，啊，该这个个。甲这个个石头罗建灵延品安尼，我即马进来底吼，我讲一段就好啊哈。进来底是计讲安怎呢？讲迄个个阿难一个想，现在终于问佛陀安尼，讲是甚物原因？因这五位各来出世伫王族人，甚至个受着你佛陀相多。那么佛陀都甲阿难讲讲，因为这五个人吼、哦、过去先食着我的肉呢，佛陀讲食着伊的肉。那么伊食伊的肉了后呢，伊即马佛陀甲甲讲，你食着我的肉，但是你以后、哦、你真发心，将来你一定爱食我的这个法食安尼。所以这五个人食了后。吼、哦，伊即马食着伊个肉了后，开始发心，讲我将来要绝对要接受着你佛陀的这个发心，通好解脱。那么这个问题，佛陀较讲，为什么因食我的肉？即马佛陀较讲安尼，讲过去九万劫吼，伫迄个无量阿僧祇的九万劫内底，这个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大国土，这个大国土的这个国王吼。哦这个个叫做石头罗建灵安尼。那么这个石头罗建灵，因为伊有领八万四千的这个小国土，啊，甲六万的这个山川，八十亿的这个聚落，啊，伊本身有两万位夫人安尼，甲差女。但是这个国王非常自卑，吼、哦，可是呢，伊连念所有的这个百姓。但是国土中有一天都要出现一个火星安尼，那这个国师就甲这个国王讲，讲火星若出现哦，咱这个国土可能有十年、十二年的这个空寒。那十二年空寒哦，若要甲看起来，可能咱的国民哦会死甲剩无几个安尼。那么国王。听到这个国师解讲了，有一天，含这个代志还未发生，有一天含伊的夫人甲差女出去伫这个外面去佚佗的中间吼，佚佗甲在伊在观赏，国王的观赏拢在休息啊。但是即马伊本身准出来到这个园仔外，向四方直直拜安的，四方是拜十方佛啦。在你拜了后呢，伊较讲立一个誓愿，讲这个国家将来那是真真正正会起风啦吼，我心啊，
我愿意牺牲生命，我要变作一尾鱼啊！但我要变作一尾鱼啊呢？我要活十二冬啊呢？我要自从我的身躯的肉来饲我的国民。那么一讲了后呢，一准伫树树啊尾林树顶哦，准跳来跳来死去了，准去伫大海的海林出世一尾鱼，一尾鱼外端呢都五百游船啊呢。一游船四十里啦，啊，看五百游船看偌大，吼、哦，伊阵随死随变出来，但是伊变作一尾鱼啊，在伫迄即个海边的时阵，拄啊有五个采茶的工人对啊过，啊个找无物件通去食呢，即尾鱼啊煞讲话，讲恁来食我的身躯，我的身躯互恁食，吼、哦。但是吃饱了后，恁会使搁再加摕一寡肉摕转去安尼。可是转去了哦，会记真哈。恁一定爱甲全体国民讲，这段时间个饥荒的时阵无通食，恁做你来摕我的肉去食安尼。但是伊即马甲搁甲这五个人讲，讲恁食我的肉了，恁将来一定爱接受我的法式。未来世我若生活的中间，你一定爱来接受我的法式。倘若得到解脱，离开一切痛苦。那么当这五个人吃饱，吃伊的鱼肉饱了，搁再挖一块等，搁再甲这百姓讲讲，海边有一尾鱼啊，五百游船，大家若无通食，较紧去挂呢。那么当在国民拢来挂，即卖伊这边挂了，伊即卖得个翻身过来，搁再给国民挂这边的吧。啊，这边肉搁再挂了，伊搁再翻身过来，伊这边的肉搁生出来啊，安怎哦？搁再翻身，安尼拢总多食十二冬安尼。十二年中间，抗旱多干来食这尾鱼啊吧，所以这国民拢无人死，吼、哦，国民拢无人死咧。即马即个中间吼，迄、哦、五个最首先彻查迄五个，就是第一刁定如，马姓。不提摩尔苦力，甲二十日起来接嘛呢？好、哦，这是一个因缘哈，一个因缘。那么第二个因缘就是讲安尼，阿兰，这是伫另外一片人哈、哦。我谈到讲的迄片，就是伫这个，就是这个石头罗建灵延品安尼。那么另外一片就是啥？朱力王迄是延品。那么自然那是演变，就是讲阿难有一讲讲应该佛道吼，这五位就是交定如伊这五位吼，有这呢深的深缘了，伊讲应该还有其他这因缘来补足安尼，所以伊即马就搁再去问佛道安尼，伊即马就无共品的中间就讲安尼，佛道搁再讲讲交定如伊这五个吼，过去世就是食我的血安尼，即马变食血啊哈。头啊，迄段是讲食肉，即马即段食血。那么这阿兰尊者就问讲：为什么你过去有血，用血来饲这五个？伊即马较甲伊讲安尼，讲伊当初吼、哦，过去是无量阿僧祇劫的中间，这个阎浮提有一个国王，叫做弥契罗跋罗安尼。弥契罗跋罗，但是呢，因为伊伫这个阎浮提做大国的国王，伊拢总有。八万四千个小国王，甚至呢，伊有两万位夫人，啊，一万个大臣。但是因为这个国王，就是这个朱力王哈，伊本身真自卑，甚至呢，佮有素无良心，哈、哦，伊悯念一切众生呢，伊唔捌一遍，唔捌分担过，伊一味用着这个人情去抵抗。但是百姓拢，大家拢有真慈悲，拢行十善业安尼。行十善业的中间呢，甚至国土安乐，拢总无这个规定伫个吵闹。哈、哦、啊，百姓大家拢修行靠意念，当然都无这个业力，无这个规定来伫个干扰。但是迄段时间都有五个夜车，这五个夜车准来甲这个国王讲安尼讲。大王，你治国治甲遮好吼，阮拢总唔敢侵害你的百姓。唔过阮五个吼，是拢总个食血的鬼，食血野车嘞，
阮已经小三落肉，阮足久无食着花啊。阿公，你自卑，你一寡花互阮食安尼。那么是因为是朱立王咧，听着这五个野菜，讲已经无基因无通食，只国王准对伊个身躯插五孔，叫因莫来输安尼。但是输了后呢，伊较改只野菜讲，讲你食饱了吼，你将来一定要接受我的发音发声。那么这个五个野菜食了，该感应了离开，吼。感应了离开了呢，这个国王他讲阿兰，吼、哦、朱烈王就是我，对吼、哦、朱烈王就是我，这五个野车就是交定如英国的安尼，吼、哦，因为我当初我会给人吃，但是我下面有一个约束，将来我若是成得了，这五个爱先给我多安尼，安怎样吼？吼、哦，这是第二段因缘，那么第三段因缘，我即马搁甲注意讲一下啊。第三段因缘，就是伫这个《现古因缘经》内底，搁一个第三段，就是三提婆利因缘安尼。那么这三提婆利因缘是结讲安尼讲，迄、那个问题就讲，世尊成道了，成道这五个吼，其他呢有一寡为什么会成道这五个？那么就是有一寡弟子就问啊，即嘛唔是阿难问的哈。用世尊是安怎样？这五个这么好因缘，这可能因无听过了哈。会当受到你成道安尼，哈、哦、啊！世尊，你看唔讲一寡这五个 BQ 含你最初因缘是甚物？那么佛陀较甲在人讲讲过去哈、哦，因为因五个含我有一个关系了，好、哦，甚物关系？我会甲恁讲。哦，伊讲我若是成道呢，我一定要成道因。除了迄两段即个个典故以外，伊讲佛陀较个在比丘讲短停。伫九万劫的时阵，吼、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的即个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叫做婆罗奈，当时的即个国王就是即个瓜利王。即马即段就讲到瓜利王，但是即个国。国土内底，婆罗奈国的这个国土内底有一个忍辱仙人，伊这个叫做三提婆罗，啊，有领五百个弟子伫这个山内一个修行忍辱行安尼。但是这个婆罗奈国的国王有一天含群臣、甲夫人以及内底差女去山顶去佚佗，佚佗到拢疲劳啊，但是这个瓜利王总困哩。困伫这五百个差女吼，准伫行来到找到这个三提婆奈，而且个忍辱仙人。那么准用因这五百个差女有哪知影这个伫这个修行人的头前吼，若要甲惩罚，你另外献花。即么因准甲献花了呢？拄啊，这个忍辱仙人准讲经互这人听呢。但是这个瓜利王醒起来呢，看到周边的这些人啊，拢总无伫，总直直吹出来，到这个忍辱仙人的边啊，伊即马看到忍辱仙人给讲经给伊这个五百个差女听，心内一点仔不安呢。吼、哦，讲这五百个差女离开伊，来伫你的身躯边，即马伊就问伊讲，你有得到四空殿有无？伊讲我还未得到，我大概讲免阁解释四空殿了哈。那么伊讲我无得到，即马问讲啊，你有四无良心有无？伊讲我还未成就四无良心。那么第三伊个问讲，你有四禅师无？伊讲四禅，系最终我还未得安尼。但是即马即个你瓜利王就受气啊，讲你既然无所有的功德，你是一个凡夫，所以你含即点财路伫边啊，你一定会动心安尼。因为我在彩路大家真真水啊，吼、哦，啊，即嘛伊就点点中间呢，即嘛瓜利王就问讲，你时常伫这个所在，到底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个修什么行？伊讲我个修忍辱，因为伊今年五百个弟子伫修忍辱行，那么这个王瓜利王就减背起来哈、
伊讲你既然去修忍辱行，我甲你试看卖啊，看你会忍辱个未？伊阵剑背起来了，阵对两只手啊站登去，对这忍辱先生手哪啊站登去？伊问，搁再问这个忍辱先生讲，安尼你会忍辱？伊讲我有哪有忍辱？我并无对你怨恨。那么伊搁再自从伊两只脚搁再甲剁起来，剁开讲，啊你有忍辱？伊讲有，不要紧，我有忍辱。但是伊即马自从伊耳啊啦、鼻啦。甲整个拢甲捂甲脆鼓鼓安尼，即个天啊，天目睭拢甲用。用我两个鼓鼓的中间呢，吼、哦，伊讲你有忍辱未？用我来忍辱。吼、哦，我并未感觉你有去抬我。这段中间呢，天地啊有六种的震动。这个仙人含五百地，这个仙人的五百地主准飞对空中去哩。但是呢，伊搁在问这个书。你忍辱的心有袂记一路无？伊讲我的心并无变，吼、哦，现这个瓜利用就着惊。讲你去讲忍辱，你讲你心忍辱行有水准，那么你要用什么做证明？用我证明给你看。我若实在有忍辱行有成就吼，等一下我身躯会即时复回安尼，一个久呢，这个忍辱先前的身躯准搁再恢复到完整起来。恢复较完整起来呢，你敢知影？吼、哦，迄、那个仙人较甲讲，你用你的理性吼，吼、哦、啊，甲即个刀要害我，害我家呢？我以后若是成佛，我较用我的慧力成断你的三毒安尼。吼、哦，现在忍辱先就伫遐现讲啊，讲我一定要先道理甲断你的三毒，贪嗔痴啦，因为一贪愈性。亲恨心甲无耻安尼，这段中间呢，这个山顶内底有这两天护法，就开始要甲整理瓜里王啊，吼、哦、吼、哦，忽然间吼、哦，迄、那个云雾准打起来，对迄个山后准打云雾来，吼、哦、啊雷公死哪呢？不过佛陀甲讲唔好，吼、哦、你卖互伊忏悔安尼，甲这两天护法总该讲卖，互伊忏悔。然后呢，你卖该伤害，因为这个是我未来要多对象安尼。那么这个中间，这个瓜利王准忏悔了，准请仙人去伊的国土内底供养。但是当伊去伊的国土内底供养，有数四个雕神出来去供应到这个个瓜利，供应到这个忍辱仙人。这四个大神就是这四个，安听吼，就是因这四位。但是在供养的中间哦，现拄啊有这个个，迄个啥货嘞？迄个个外道的一挂人伫遐看到瓜利王吼，安尼真亲切，来直接接引到这个，迄个忍辱先生安尼，心内准无欢喜，准用迄个塞甲牵安尼，用迄个粪土啦、粪塞啦，安尼甲牵牵这忍辱先生，忍辱先生并无安怎。不安怎了后呢？伊即嘛忍辱先生，他讲立愿，讲我今仔是受忍辱，为着众生。但是你这人吼，你一千人用粪土甲我牵，我白日也是道理安尼。你有那一定爱做我的地主。那么这一千人，吼、哦，啊，甲这个五位吼、哦，这五位就是焦丁如马胜。不提摩尔库里啊，个二十个徛十万嘞。但是这其他这一千人，都是另外一类叫做乌比罗、乌比罗 BQ 带五一千个外道来归顺嘞。好、哦，所以有这三个典故了啊。这个瓜利王会受到佛陀甲伊先救度的因缘，就是安尼。好、哦，那么今来的他讲。迄、那个阿玉亦做阿玉刀了解伊，雕顶就是伊生，这个叫做气安尼。好、哦，那么下面要搁甲注意介绍，这内底就是伫这个，徛下摩尔徛下。好、哦，咱即马来简单介绍这摩尔徛下安尼。但摩尔徛下内底唔到到尾伊领导一经，领导一经吼，这个较过另外一个阿伯伫阿兰的。诶，迄个个，迄段内底，较去甲注意提起说明安尼。
哦，这个是一段一段，大家介绍好一个因缘。这个一切的佛法内底，绝对有一个救援的因缘。哦，啊，若无救援的因缘，袂当来接近到这个佛道啦，还是讲接近到这个三宝。所以真内底这个问题吼，咱一定有哪知影。今仔日咱下来这个所在，大家研究经典，人佛道有甲咱讲过，讲过啥？在这本经典的后壁，受记品哦，伊就计讲。在佛法的时阵，讲《法华经》的人，咱释迦牟尼佛要甲咱受记；听《法华经》的人，释迦牟尼佛也要甲受记安尼，受记作佛。哦，所以这个第九愿的这个因缘内底呢，我先要甲注意讲这个。哦，摩诃迦舍嘛是一个真九愿，因为摩诃迦舍吼，会记真下，因为因老爸老母是拜求神，啊得到这个囝。安怎样吼？所以伊个名叫做毗跋罗安尼，但是另外一个名叫做阴公啦吼，阴公，阴公是由这个摩诃婆所译的。那么伊个身以前那叫做阴公，伊个身躯会发光，伊藏在水底，迄个光啊，佮浮出水面出来。吼，这是个说明安尼。但是因为伊已经三毒贯毒证阿罗证这个辟支佛道。所以伊本身内底就无即个烦恼，已经断除一切烦恼。但是伊新色的光，即个在净一阿含经内底念，咱会当了解。那么即个我就简单甲大家介绍者，因为伊本身吼，本身就是婆罗门性、婆罗门教的教导。但是伊的身躯的即个皮肤是金色的，伊现出来光，伊身躯能够发光，发光有那是紫金色安尼。盖性含这个未来面的佛的光相像，但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安尼呢，就是因为九十一劫前哦，迄个毗婆尸佛已经涅槃了后，啊，这毗婆尸佛的弟子吼，把这毗婆尸佛做一个佛像伫七宝塔内底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毗婆尸佛这个佛像吼，迄个金色已经褪损去啊。退顺去了后呢，有一个乞婆，乞婆就是啥？迄个富人人家乞食迄个人叫做乞婆。乞婆去到这个啥呢？去到迄个宝塔内底，七宝塔内底，看到佛像已经歹去啊，就是迄个金啊已经落去。伊甲法官讲，我将来一定要来想办法，把这个毗婆尸佛的佛像吼，把伊补起来安尼。即马注意哦，这因缘是非常好的哦哈。要甲补起来，所以伊一农民直直乞食饭，一世人都一世个去共讨钱啦，啊讨饭安尼食，啊乞甲多，伊所有的人互伊个钱，伊拢累积起来，准去买金马甲。金马甲伊即马就不是去看，即块有够通补起了无？即马就阁无够，无够就阁分，分就阁买，啊买甲到已经差不多讲有够啊。伊即马准安怎呢？迄个时阵，即个乞相吼。就是一个金色书，就是讲一个拍金啊师傅安尼，徛下的真心这段时间的哈，拍金啊师傅，即马这个乞婆总去甲这个拍金啊师傅讲讲，我甲你讲，迄、那个皮婆师傅的佛像哦，已经迄个金身有落一挂金，啊我即马这金啊给你，吼、哦、啊你出工我出金啊，咱两个来甲补起来，吼、哦、这个金啊师尊真欢喜。欢喜即马就两个人去烦恼去甲补去啊补补甲了后，这两个人拄伫皮薄师傅的面前立完，讲阮两个未来生生世世要做翁仔某，但是阮要修清净行安尼够成的，安怎样无？好、哦，都法官了。但是呢，经过九十一劫了，伊的身躯拢紫金色，伊平出世伫人间拢紫金色，后来生去梵天，大梵天做大梵天王。了后天修尽了，他拄啊伫这个现劫来出世做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安尼，吼、哦，开来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但是佛陀涅槃的进前一天，会记真吼，现佛陀伫这个个伫德珠塔前，他莲花微翘。他底下我有见法眼中涅槃妙心是上无上，不离文字教化别团护修大伽舍。现大伽舍就是因为佛陀莲花而微笑，这个中间伫百万人天的中间
拢无人知讲到底佛陀含大家啥，伫遮是个印证啥？因为即个是心心相印，毋是像一般都讲诶哈，注意哈，毋是安尼啊。迄、那个正法眼来讲，无先法即咪即空慧哈，哈，即、這个爱注意这点。但是呢，伫即个时阵，大家啥吼，还佫有真侪好因缘伫咧哈。我正甲注意讲一下，因为伊是头道第一，伊还未来。啊，未来佛陀的进境，伊就已经见到辟支佛陀啊。但是当伊来到佛陀的面前哦，我才甲注意讲者，因为伊身躯有穿一丝衫吼，十万金的价值。伊这个内底穿一件十万金的价值的衫裤，伫内底啊，外口甲踏一件蓝蓝绿绿的衫裤。但是伊这蓝蓝绿绿的衫裤来到佛前的时阵，那么佛陀吼，甲伊讲安尼。讲你下掉迄个十万金的这款衫裤，伊即时脱起来。因为大家说第一，伊有三种的施舍：第一下财，安怎讲下财呢？因为伊在当时用迄个金箔啊，用迄个金啊，啊加这个个因这个刻薄吼，到尾成为红阿婆了。伊得到啥呢？无量伫伊来出世做大家说迄段中间，伊的家财吼。胜过这个摩羯陀国的国王，差不多一千倍，但迄个福报才那大。到尾呢，伊修成正行，总从这家财下了后，准去出家，吼、哦，这个就是第一，伊下财；第二，伊的太太真水，甚至因为因太太为什么水，就是因为因太太当初做乞婆的中间九十一劫前，就是去听钱来把这个皮婆师傅的佛像给补起来。所以因太太不但水，甚至家财万贯，就是因为因两个阿公婆共同的家财拄啊好，胜过这个个摩羯陀国的这个国王哦，一千倍安尼。但是伊太太真水，伊并无贪恋，就下去太太了出家。但是这个身躯穿一件薄衣啊，所以迄个薄衣差不多十万金银，而且款薄衣佛陀叫腾个一水腾起来，哈、哦，这个就是这种的情形安尼。迄、那个叫做三下，但是佛陀当初这个大家摄来到佛陀面前吼，其他在出家人对大家摄看无起讲啊，一个安尼老阔阔，因为大家摄比伊较济岁，啊，搁在身躯穿啊人拢累累咧，即马在地主拢看伊无起，即马来佛陀总叫讲大家摄你来我边啊坐，大家摄唔敢，因为伊是一个修偷刀行的人，佛陀是大慈大悲，伊唔敢，伊讲袂要紧，你来我遮坐。因为今仔日吼，伊较甲讲安尼，你来我遮坐，因为你今仔日含我的水准并无啥物两样。伊讲我有思想，吼、哦，但是你大家也有思想。今仔日我有大慈心，毋过你今仔有大慈心，吼、哦。伊讲今仔日我有大慈悲心要制度众生，你嘛是安尼啊，吼、哦。今仔日我佛陀我有六通，你嘛是有六通，你的功德含我并无两样。你为什么唔敢坐？到尾大家才发话来，现所有的必须看这种条件，唔敢搁再经济大家讲。好、哦，安怎样？吼、哦，吼、哦。那么这大家讲，吼、哦，他准离佛的边，但是伊大家讲，到这个发者，这个涅槃经的要结束性咯，分作。了后，佛陀却甲这个大家说讲吼，讲什么话呢？讲这个所有的法的传承附在你的身上，已受记了啊。但是无幸破感离巧了啊。了后，迄、那个也甲伫这个已经受记了，受记了的中间吼，这个佛陀却甲这个大家说讲，伊将来。在这本经典的后面说你将来成就佛陀就是这个光明如来光明如来哈后面还有写到哈教定如就是普明如来教定如那佛陀的受记叫做普明如来、哦、那个慢点在受记品还有五百受记品跟这个有、法师品的款、哦、那都有说到但是现在来我要再跟诸位说一下再跟诸位说另外一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哦、
因为这个佛经内底有记载，这个徛舍弥勒分，我即马搁牵连到弥勒分吼。当初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了，释迦牟尼佛的姨母有织一领这个金缕衣，来要奉献和这个个释迦牟尼佛穿。但释迦牟尼佛甲讲，讲你今仔日若服我，你用着这个亲属、母亲、疼仔，而且是爱心服我，你今仔金缕衣无功德。你今仔日去献了，再出家经，供养再出家经。那么你的功德有无量无边啊呢？那么这个伊的姨母摕这呐金缕衣来买，何所有出家僧拢无人敢穿，无人敢接受，干呐？弥勒菩萨甲接起来呢？弥勒菩萨甲接起了哦，一个僧啊。那么这中间吼，弥勒菩萨接起来了，禁止大家舍修嘞，大家舍呢？伊即嘛，咱我即嘛讲吼，而且即个金缕衣，吼，就是即个大唐西域记吼，第九，咱来了解即个金缕衣的未来。因为这本册记载佛陀将了凡的身，较用着因，即个弥勒菩萨，即个金缕衣，收回伫即个释迦牟尼佛的所在了后，伊即嘛较从即个金缕衣搁再附属大家下。公安庄也讲佛陀了凡了，即徛下你奉行佛陀旨意。为着要主持正法，所以呢，和阿兰陀将来哈结集了，那么你看你未使涅槃，伊讲你今仔金缕衣客咧，哈、哦，将来这个弥勒佛要出世的中间，你看用这个金缕衣出来做见证安尼，所以伊即马含在地主拢总结集了后。这个佛经一千个比一千个迄个阿罗汉道的正道不合为这个个结集了后，伊将从这个金缕衣甲一套这个个背后经，伊阵温物伫这个个继续三年，吼、哦，要等待甲将来弥勒菩萨出世，所以进金这个个大家下阿弥勒盘，因为将来这个弥勒菩萨。事先在人间三会两化了后，他去请大家摄出来，这个就是在那个《弥勒佛大乘佛经》内底所记录的。所以进一段，摕金缕衣稳顿的继续山。但是这个大家摄嘛，还有另外一个典故，大家摄捌来出世做哪主安呢？另外一个典故是有讲安呢？安怎讲来出世做哪主呢？因为这个内底吼，我捌甲诸位讲过，因为这个孔子就是这个个贤妃菩萨的出世，大迦叶卡的出世做哪主，日光菩萨卡的出世做感恩，爱注意哦哈。因为这个佛经内底人吼，佛陀是伫周昭王的时代出世，到今年是我两多三千共四十年，但是迄个时阵佛陀的座下。有这个贤妃菩萨，搁在另外一个大家下，所以贤妃菩萨就甲佛陀讲：，讲我要来中国传礼教，把这佛法经过的这个传承，经过甲支那的中间哦，要让众生先知影到一块这个有关的这个道德问题，所以我要来遐传礼教。所以这个个迄、那个贤妃菩萨开来出世做空护主。那么另外日光菩萨开来出世做干呢，大迦叶开来出世做哪主安呢？但是当这个代志已经完成啊，这三位圣人这代志已经完成了，这个哪主他离开中国出函谷关，他留予迄个关灵运，拄好拢总得得个五千斤，伊就准不离去用，就是等于伫鸡足山，搁再保护迄领金缕衣安呢？他等待未来弥勒菩萨出世人间了。伊变身出来呢，拄啊五手五眼尔，啊个老壳壳，所以乎在富龙华三会在地主甲笑，但是弥勒菩萨甲只人念讲，即位就是当初释迦牟尼佛内底即个偷盗第一个大迦叶，恁人看伊无起，吼安尼唔对，恁大家安尼唔对，就是讲富龙华三会在人看伊无起，到尾弥勒菩萨甲叫即个个，大迦叶吼。
迄领金缕衣送互伊，但是弥勒菩萨拄啊金缕衣甲掀起来，拄啊好跪伫两支枕头尔。为什么跪伫两支枕头？因为未来弥勒菩萨是百灯，吼、哦，安尼所以跪起来拄啊两支枕头大呢，因为即马人少嘛，所以弥勒菩萨较阁叫大家说现神通安尼，现起来伊个身躯都拄到天顶，甚至手阁砸着月，砸着太阳。到尾这段时间，大骑侠搁在多八十页，安尼，伊较无看到，所以进大骑侠是温顿，伫这个家族山，要等待未来莲花三昧，人寿五十六个，吼、哦，五万六千年中间伊才搁出现安尼，大概是安尼，吼、哦，所以进来底卡，迄、那个大骑侠，吼、哦。但是伊结集的这因缘吼，我等伫老多阿兰遐较讲一下呢。吼、哦，这结集因缘。那么第三，咱即马来甲看哈，有一类叫做宾罗，优罗宾利，哈、哦，伊一言叫做木龟。那么这个就是伊，这类是什么名？叫做优罗宾利卡舍，安怎样哈？啊！但是因为伊的心情吼，会流一粒那像木瓜安尼。但是伊搁在徛伫迄个，伊修行的道场是木瓜林，所以叫做宾罗。伊用着迄个木瓜林来对人家做伊的名。那么第二个另外一个叫做徛亚，哈、哦。那么这个用名叫做墙头山，就是以山为名。那么第三就是一个那提，那提这个就是在西莲河一边啊，所以用西莲河、西莲做名，一开始叫做西莲。但是这三个就是叫做三徛舍，是三个兄弟啊。我只同齐简单介绍三个兄弟啊。但这三个是安怎开？三个做兄弟，就是当初无量劫前吼，有一尊佛要起一间大殿安尼，有一个要起一间佛的大殿。但是这三兄弟都共同发心一支条啊，安尼三个无同的人哦，发心同齐发心一支大殿的条啊，所以到尾这个因缘较准回我来，哈、哦。但是伊来出世伫佛陀诞生的这个时阵，这三个是外道的论师，就是婆罗门教这个论师哦。但是因拢总呢，这个大兄吼、哦。拼罗拼罗卡舍呢？这个伊有地主五百个。我今麦坦白去讲，迄个瓜利王，迄、那个个释迦牟尼佛来要予瓜利王供养，有一千个外道吼，来解修塞迄个，迄个一千个吼，拄啊五百个来做这个个拼罗，这个优罗拼罗的地主五百个。那么这个个提亚的地主250个，那提的地主250个，安怎到一千个安尼？安怎吼？这个、因为是安尼看来啊。但是因为因三个吼，对释迦牟尼佛阿弥归顺释迦牟尼佛的进程哦，拢真万度释迦牟尼佛安尼。这三个拢真万度释迦，但是这三个是拜善拜会。叫做死灰搞，干那拜会呢？但是有，因为因拜会拜到有神通，但是释迦牟尼佛用着伊神通力要来给人降服，所以因个拜会中间吼，即个释迦牟尼佛就用伊个神通力，让伊个火烧未起来。啊，即么这个大兄，这个个破茶的时阵，这个茶都破了，准背未起来。啊！这背起来了，要个破茶，迄支茶破袂落安尼。但是因为伫种中间有大家有这个法力相干，有一个比相比过了啊，这个个有一天这个大兄设一个法会，但是伊恐惊释迦牟尼佛来甲伊法会中吼，来甲伊争取到这个供养金安尼，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知伊的心理是安尼，所以准。安怎？等等，你发挥了，供养金拢收了，释迦牟尼佛才出现。安怎样吼？哈、哦！但是安怎样呢？有一天吼，佛陀坐这个船啊，
啊，买来这个个含因这三兄弟啊说法，但是因准用法力，互伊只船啊沉落，沉落，因即嘛着欢喜，欢喜讲佛陀受着因法力影响已经沉落，但是无疑个佛陀沉落中间吼，迄、个水准破一条路出来，破一条路了后呢，准行入去，行入去个含面，含面说法。这个破一条路，这个拄啊含啥？基督的这个摩西有无？恁敢有看到吼？出人海吼，迄、个状况拢相像。那么了后，伫这段中间，较幸福这三个属火教的这个三卡像，以后较来归顺佛陀，有那教会，有那正果。所以今仔日我个要甲注意强调者，你对三宝内底若有一点仔发心，可能这个因缘将来吼，唔在。什么时阵绝对会含未来的一尊佛做伙，互伊甲你度团安尼。因为这三个，就是发心三个人共同发心一支佛殿的条安尼，较直接因缘话来。吼、哦，这个是三卡舍，而这个大开安尼。吼、哦，那么下面要甲注意介绍，就是这个各舍利弗甲目犍连这两个。吼、哦，那么舍利弗吼，我只这个内容吼。啊，注意讲一下哈。安尼，恁敢未感觉想啰嗦？时间是足拖啦吼，时间较拖着影哈。时间有较拖，因为舍利弗伫佛陀内底，就是这个叫啥呢？迄、那个智慧第一的。但是因老爸叫做优婆提舍，因老爸哦是外道的这迄、那个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但是因老母哦，本来一个真有地位，因阿姑阿哥较有地位，因阿姑叫做中药凡师，就是本来伫真内底其中一个，真内底其中一个哈，就是啥物人呢？就是这个个因阿姑啦哈，就是啥物人呢？就是这个基希罗，因阿姑这个无姑，哈。那么这个即嘛，基希罗吼，伊平常时拢下面在亲族中拢伫个论议安尼，但是因为伊这个阿姑吼，基希罗中间拢总定胜过因大姊，评论落到底拢胜过因大姊，就是这个舍利弗因妈妈安尼。但是有一天呢，因为忽然间吼，伊下面大姊个论议中间，因大姊已经有心啦。但是伊安怎样论都论不赢，伊即马较讲奇怪咧，为什么今仔日我讲不赢阮大姊安尼？伊甲人讲，将来这个孙啊出世啊，伊绝对无当含我因孙啊，哈、哦！所以这段中间，伊即马准离开要去学，安怎样吼？伊总可再去学，所以伊学因这个机器人吼，学到啥呢？学到无时间通去加增加。所以迄个境界就是等，所以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中药凡师安尼。但是舍利弗伊已经出世啊，八岁，伊就做一个论师啊，八岁就论师。吼、哦，十六岁中间呢，伊就看尽咱人间内底所有的这个典籍，拢总都破古通今呢，不时都含十六个大国的这个人伫个论安尼，但是伊拢赢。但是伊拢赢中间呢，即马我要甲谁讲一下吼？伊即马即个含木建连吼，舍利弗含木建连，同齐去拜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叫做啥呢？叫做这个三下亚。三下亚呢，伊即马来后来这个三下亚，伫教无物件通去教，所以这个伊阵含木建连连瓜。安尼组一个学团，伊即马有哪传授这个学问，甲这个智慧，哈、哦。但是有一天这个舍利弗入来这王舍城的时阵，哈、哦，去遇到这个个佛弟子，迄、那个五比丘的这个马性。舍利弗遇到马性，看到马性，皆惊了，非常危急安尼。好、哦，伊目睭拢无乌白看，但是马性也真庄严。十足个庄严，所以这个舍利弗就问这个马性，讲到底你是含什么人学？什么人是你的师父？
你现在学家你的走路走到这个形，这么庄严，你的目睭都没黑白看。但是到底你是在修什么凡卡，这么危险？现在这个，伊卡卡说这样，说我，就是拜释迦牟尼佛为师这样。所以他从在那个短期间给他这个个下地府说，说我们师父平常时是给我们教什么东西这样。但是现在他这个马上把这个下地府说的这个法语，在下地府本身并没听过，所以他很欢喜了后，准约定时间，说他要和这个个他另外一个师兄弟要来投我。所以这段中间，伊即马邓丽尊和穆建莲，啊穆建莲听着下礼佛甲讲介绍现时有一个佛陀，好听一个非常欢喜安尼，吼、哦。但是进来再过一段，伊来归顺后，我即马甲佮讲，那么来咱来甲讲穆建莲一个，这个穆建莲尊者，吼、哦，即马我佮简单介绍穆建莲尊者，这个穆建莲尊者吼、哦，是咱这个佛弟子中。以这个神通第一，但是穆建莲和舍利弗是婆罗门教的这个学者，因为已经拜过师了，离开师父啊，所以佛陀两个人是佛陀成道了后，较皈依佛陀，现在有点马上两个人较来皈依佛陀，但是因，两个拢总带500个弟子来归顺安尼，两个人因为各人拢有250个弟子，所以能带500个弟子来。但是这个穆建莲哦，也就是伊过去，吼、哦，就是因为伊有这个个供养一个辟支佛，但是供养一个辟支佛哦，迄、那个辟支佛不用说法，所以穆建莲供养伊了后，迄、那个辟支唯有现身拢好看，现身拢看，这个穆建莲他讲安尼，讲迄个个这个修讲，即马这穆建莲甲这个修讲讲神通有够好。我将来我若是成就解脱了，我第一我若要得到神通，吼、哦，伊讲我第一要得到神通，但是伊过去有两种罪业，我才要甲注意，这个罪，伊第一，伊就是安怎样呢？伊捌弄歹一个旁修，听吼，这是伊的一个罪业。第二就是伊有做过一世媳妇安尼。这个是谁欺负哦？所以有一天佛陀在王舍城的德林中吼，穆建莲无去，伊到尾是死伫安尼，是死伫外道的刀刃甲石头刃。但是这个穆建莲伊死的神通有一天，这个穆建莲无去讲堂听经，伊是离开佛陀的这个有几百公尺中间，伊拄啊无去听经，忽然间哦，伊的神通在。迄、那个天理通吼，离过来爸安尼听，哎，佛陀去讲经开，这么清楚，伊并无伫讲堂听啊。那么伊当初想讲，哎，佛陀，我伫离开几百公尺中间都听有这清楚，但我要来去别个国土，看我会当听到佛陀的这个能力个未？那么伊即马准现一个神通吼，准安怎样呢？准一拍起到对呢？起到数十亿佛科的所在安尼。一拍鸟，安尼一日就走到所在佛堂。但是这个佛土内底，这个佛宫吼，就是这个个世自在王佛安尼，都伫遐去讲经。但是世在王佛，所以自在王佛伫遐讲经的中间咯，伊伫遐个个听，法理嘛是真清楚。但是这个世自在王佛的座下吼，有一个菩萨，伊要为忽然间呢，讲，哎呀。总个佛陀讲，甲世自在王佛讲，哎呀，我以后只卡就买人堂安尼啊，因为迄个所在的众生真悬，即马来伊卡甲讲，恁唔好甲叫做人堂，即位就是现劫娑婆世界一个国土叫做现劫，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穆建莲。是一个真有修养修行的人，那么伊，我你唔通甲轻视。即嘛，即个世自在王佛尊啊，即个目犍连讲，今仔日吼，大威德的即个个释迦牟尼佛，或者讲十方的一切个讲经吼，
拢骗虚空界。今日你唔通轻视佛陀，因为伊讲法音声已经来到这，是数十亿个佛陀来对人呢，我拢有听到安尼。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念经蒙蔽，所以十方的一切佛皆讲经咱听无，所以叫较紧等一个拍一个念回来，安尼几秒钟就阁回来，吼、哦，伊随回来哦。但是有一天，因为伊要处理弘法利生的时阵吼。这段中间，伊还未死进前，有哪有救到这个个？这个个释迦族来对阵吼，释迦族受着瓜利王要甲伊灭族，伊有哪将五百的这善男子要甲用神通甲救出来？但是这五百的善男子吼，拢变坏水，所以佛陀较甲讲神通敌不过业力。但是伊一个真哈，伊甲。有一天要出去弘法利生，路中去遇到这个外道，外道足济人，较用石头、较用刀啊，甲伊摸供死安尼，供死迄个魂魄转来，先见下离魂。伊讲啊，你是安怎开无现神通？伊讲中间我中间这个业力现前的中间我的神不在，所以我的肉通现未出来安尼，安听好无？伊要死伫外头，在外头的过去，伊所掠在鱼啊，这个典故，啊，甲伊弄歹的螃蟹还汤，所以拢来出世做这个个婆罗门教的教导安尼。所以到尾伫这劫内底，较结束过去所有的这业力安尼，哈、哦。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个夏利芬甲木建连两位圣者，哈、哦，而这个大概内容，弥勒尊号。好，安怎样好？